备的啊，今天第一次放，也可能是前面一个半小时忘了按，也可能是特别为你按的。来，请范范展现一下时尚的 style。好，展现一下时尚的风格。哦，我们这里要确认一下啊，今天这个泡泡真的是独家为范玮琪来释放的啊，真的为你啊，希望你这个你的爱情泡泡也可以传递给大家，好，让你有更梦幻的画面。正所谓美的冒泡，送给范玮琪独家的泡泡啊。准备的啊，今天第一次放，也可能是前面一个半小时忘了按，也可能是特别为你按的。来，请范范展现一下时尚的 style。好，展现一下时尚的风格。哦，我们这里要确认一下啊，今天这个泡泡真的是独家为范玮琪来释放的啊，真的为你啊，希望你这个你的爱情泡泡也可以传递给大家，好，让你有更梦幻的画面。正所谓美的冒泡，送给范玮琪独家的泡泡啊，希望你喜欢。哇，这个风衣好特别哦，一定要赶快来介绍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范范，今天你是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来到微风之夜，我觉得很想购物的欲望。快想想刷卡，对不对？但不行，你有任务在身。是。你今天要始终誓死效忠的是哪个品牌 ？Sports Pure， 台湾唯一独家，然后就在这个本馆的二楼。然后其实是我很爱的牌子 ，Sports 1961它的副牌。微风独家带你进来，我觉得很荣幸。然后今天穿了一个他们秋冬才没有曝光过的一个新款的风衣，对，他们有设计感，然后小细感。对，这里面还搭配了一个有点蕾丝哦，黑纱穿透的，然后这个风衣呢也非常的性感，因为它可以露一下你的锁骨，对不对？风衣不一定要包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太棒了，谢谢你的展示。哎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想了解一下，因为平常你也就是要带小孩什么的，你有空穿搭吗？就是很辛苦的带做家务事，当小歌女。是，明天要飞广州，对不对？到处。所以平常最喜欢的服装风格是什么？在家里真的是就是自然休闲很舒适，然后最移动最快速。对，工作在舞台上当然就是要特别那个有人搭理嘛。对，然后旅行当中，我觉得这个牌子 Sportscor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很适合旅行的。说得好，对，哇，还是要绕回品牌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很棒。今天也是出来放风啊，当一下时尚咖，辛苦你了哈。谢谢。也这个非常的佩服你，哈佛的学生啊。不要这样说，毕业。对对。哎呀，其实不重要，我们这个行业谁管谁是什么学校毕业？像张飞飞哥，他什么学校毕业的？小燕姐什么学校毕业的？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舞台上的表现嘛。不要太在意那些无微不微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肄业的高材生哈。OK， 谢谢。